我跟你说，吃饭呢，这个不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叫你来？因为你能张罗，你能咋呼。今天咱请啊非常重要的人，知道谁吗？谁呀？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。好事啊！好事是不是？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。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，咱也尝一尝。行行行行，我不管别的啊啊，让我吃就行。小脸啊，你找我算对了啊！啥意思啊？你带我不白带。啥意思啊？我肯定给你吃回来。你要分手吧，别忘了帮我忙活啊！帮我忙活起来啊！快快！欢迎光临，随挑食，不浪费，罚款10杯。三好，我走错了，这是练歌房吗？这是？哎，别！我们这一套啊，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。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我是本店的服务员，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。请问今天几位呀？哎呀，我们七位。七位，好嘞，请跟我这边来。啥呀？唱戏的，你看。哎呀，这大桌够用啊。这样的哈 啊，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。啊。本店28元一位，限时2个小时，随便吃，如果浪费，罚款10倍哦。哎呀，知道。我们懂，我们经常吃。好嘞，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。放心，保证愉快。还故意唱啊？小脸儿，是自助不？对呀、啊，那还等啥呢？拿呀！是啊，吃啊！你自己能吃到这些？还维修师傅呢吗？你维修师傅，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这全给端上来了，不挑食，你这不挑食啊？我看我挑错人了，人家这是从这拿着这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，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。别听没用啊，我饿了，我垫吧垫吧。老板、哎、你好，哎，啊，我们两位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们店今天关门了。关门？这我们写营业到8点，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。罢园啥意思？罢园听不懂啊？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，就是吧，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。行了，大妹子，啥也别说了，姐全懂了。今天呢，你是遇到高手了。啥大妹子呀，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啊，行，儿子，我妈带你上别家吃啊。老板，我们走了。保养的也太好了吧，你俩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我看我已经她老公那孩子长得太着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跟你没关系，限时2个小时，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抓紧吃吧。还告诉一遍呢，我们知道，又不光俺俩，还有别人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整、哎？你电话是不是响了？你震动，你震动，哎。你这白想了，咋别连声了呢？你拍的呗。你这玩意真神奇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啊哈哈，哦，好嘞。哎，啊，你吃这场老筋头了，可弹了，可 Q 了，咋了？我要弹死你，你还可 Q 了。那谁，服务员啊，你来，你过来，咱们聊会天儿。
哎，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来的？28元一位，怎么了？对对对，28一位，我们两位，然后，哎，我俩给你60，完你让我走行不行？那个，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就他吃那盘你放心，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进去。但是呢，其他的那些就是我怎么拿的，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？你要是这么说吧。行啊，我才想过来。那你要是早跟我这么讲，我就理解了嘛。哎哎哎，善解人意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叫善解人意。人长得漂亮，它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报警吧。哎呀，报什么警啊？别报警啊！不是我这么一……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啥意思？你自己看看啊。嗯。你看你们俩拿了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不霍霍人吗？你俩是不浪费呀？你俩是浪啊！进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没说过本店的规矩，我给你们唱没唱？唱没唱？欢迎光临。哎呀，李挑选。对，如果浪费罚款10杯。哇，精彩。关键现在我是听不进去你唱歌，你看还在这炫呢。啊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啊，串串香。我把它穿起来，吃起来方便，串串香。你尝尝。不是，咋呀？我一天我跟你上不起那火，你咋回事？你说你整这些完了吧？出事了，冒失了。出啥事了？人家工人不来了。咋不来了呢？人家今天要加班，连夜把咱的管道给修好，所以说就不来了。不来，咱俩整气受不了啊。那你问谁呢？谁拉的呀？你呀，一天天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的，咱俩是吃不了。那啥，老妹儿，你吃没？咱仨一块儿啊。别说，我还真没吃。啊，看这些东西吧，我都央食了。你看，都整瘪了，你都，你这一天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吃不吃啊？不吃不吃，坐着吧，你们先。完了，这不管呢，咋整啊？王小倩，要说你呀、啊，一天天的你，不是你不赖我呀？你什么不赖你？你整那些没有用的。等会儿，什么？王小倩，我怎么没明白？哎，你还在这指？你有啥可指的啊？啊？饭菜我不说了，这啥意思啊？咔咔的都给摆完，还给拧开了，你咋那么贱呢？你摆这么多干啥呀？不是，还摆7瓶。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？我就拿了7瓶，七的素质不吉利吗？你看啊，七上八下，对不对？七星高照，七彩祥云，这7瓶矿泉水像不像7个仙女下凡？你想的有点不一，你要这么想呢，你说7个小矮人和江南7怪走在7区的道路上，碰见了7扭8歪的你，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，其实你啥也不是。啊，那说那干啥呀？说那个你啥嘛？我说那干啥呀？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？啊，你听我跟我说，我听啥呀？那个那啥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点不在听你这个解释，你没有用。你请客，你把这都打上得了。谁打死我？你打的，你咋不打的？不，你请我吗？你要是一天天，我跟你说，给我整那没有用。关了。整那些水干啥呀？你能喝了啊？好喝好喝，你开7瓶，俩人咋喝7瓶啊？回来了。你想跑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溜达。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呀？记着。欢迎光临，浪费餐食，吃不了了，10杯罚款。你看不记得？不记得？你唱的啥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。我再重申一遍啊。我们店是有规定的，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，水喝不完，是要浪费罚款10倍。要不这样吧，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，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？你听见了吗？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可邻居们说的，让你们喝完了再吃。再喝呀，瞅啥喝吧。王小倩，我跟你说，我遇见你算遇见一劫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人家们给他们鼓掌，加个油行吗？
美女服务员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实在不行了，这么喝下去，我跟你说，我怕他仨挑理。咋的呢？对对对对，你想啊，哎，一人两瓶完事了啊。现在俩人喝仨瓶，这三瓶你说这，你说喝谁？俺俩没法分，不是怕挑理呀？啊啊 啊, 啊！我没事，我给你俩分。啊！哎呀，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，中奖了，又得一瓶，啊，现在一共四瓶，够你俩分了。来吧，我去拿去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哎呀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呀妈呀，过来，别过来了，咋的？我错了。我错了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嗯，今天呢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，你这么的，罚款我认交，我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，你先收着啊。饭呢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，但是都没动，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，就当我请客了。此时此刻我们俩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。你这么的，500块钱给你，然后让我们走吧行不行？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。小脸，你也是的，你请维修师傅吃饭，把这事整准了啊，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？维修师傅，维修师傅啊，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。对呀，啊，怎么回事儿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，得了500块钱奖金，啊，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修那个供暖管道，人家可辛苦了。我这谁拿着钱呢？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，结果今天不来了，然后打了这么多菜。对对对对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你要早告诉我，不就早就理解了吗？早点说也不行啊，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呀。浪费啊？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啊。啊，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，他们很辛苦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的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，谢谢你，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小脸，这样，这500块钱还给你，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，这不一直没时间，然后今天他又不在，那我就自己做主，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。对，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？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？能行吗？快点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想喝水是吗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快点走啊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呦，你们集团啊，人不赖，心也善良，你看这玩意儿。代表你们，快上去了啊！快点快点，把水拿着。谁最后一个谁喝水啊？所以我得拿着。是个宝贝，没谁找到了谁不累。嘿嘿嘿，快乐是个蛋糕，谁分享谁就嗨配。大米也喝，二米也喝，二米也喝，小米也喝，小米也喝，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。嘿，快乐。